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694集的节目。哎，不知不觉1694啊，离1700好像不是很远了耶，说不定一个不小心真的可以做到2000集啊！这谢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了啊！那今天是礼拜五，即将又迎来周末假期了啊！那就利用礼拜五来给大家做个更新啊！因为六日的话，大家都各忙各的，我希望大家六日呢，能够尽量从事一些户外活动啊，出去走走啊，就是不要真的很无聊很无聊，你再来看我的节目就可以了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款是神枪手跟 Javelin 的一个组合，对决组合包。那么这款玩具我入手的价格不算贵啊，我有点忘记多少，反正我觉得算便宜的吧啊。那么这款玩具里头的话呢，使用了两个模具的话呢，都是已经之前出现过的啊，所以我们这一集就用载具来做一个开场了啊。Javelin 的话呢，它是 SS 的这个工作室里的大黄蜂电影里头的 RC 是对改模的。那么神枪手的话呢，则是这个模具的话呢是至尊神力吧里头的 Chromia， 当然它还有使用很多女角都用了这个模具，像什么月娇啊、火翼星什么的啊，都是用了大量的模具，甚至有一款夜鹰都是用了这个模具下去做一个小修改的，所以这个也是你要我怎么说呢？说它是个适合变成女角的模具嘛啊anyway， 那总而言之的话呢，这个充满了强烈的外星风格的载具。那其实这两个人物呢，在 IDW 漫画里头出现的话呢，都是路人的角色，戏份都是很少，一下子就重伤然后就退场了，所以也没有什么他们事情可以让我聊的啊，除了是女角之外，没有什么可以聊的了。那我们就来简单的看一下，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款那个 Javelin 好了。 Javelin 的话呢，应该是大家会想要买这个套装，我相信应该有一部分的朋友应该是比较希望得到它。我们先把这个武器如果给拿下来啊，它就会成为这个形象。它的一个摩托车的感觉没有像 RC 这么强啊，它感觉的话是像比较像是一台这个一个某的车辆的感觉。那一样的，中间这个镂空啊，这个车轮镂空这个设计，我是真的觉得很有科幻感，非常的棒。那它的改模略多一些，包括手臂两侧这个部件啊，其实不是手臂啊，应该是说背包的两侧啊，不对，应该讲车子的背包的部分变成车子的两侧修改比较多，还有上方这块部件啊，改动是比较大的。那这个加布林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武器呢再给扣上去，其实它的武器扣上去感觉也还行吧，按照这个合会的话是以这个角度来看，好像就是一款是自走炮一样的一个兵活动兵器，也是做的可以啊。后方手臂暴露在后方，这个紫色看上去还行啊，但是没有就是涂装的话，你看到这个粉红色的部分啊，其实涂的比较潦草一点啊，感觉做工不是非常的 OK 啊，就是比较是很标准大货的一个玩具了。然后这款神枪手的话呢，则是涂装可以说素到不行，而且它跟原本的基础模具去相比的话呢，最要命的还是它的这个驾驶舱的部分啊。克罗米亚的话是透明的，虽然中间有个洞啊，但是因为是透明部件的关系，所以这样看其实不是很明显。但是这一款这个神枪手的话，涂成紫色之后啊，就一整个暴露了这个洞的一个缺点啊。虽然洞是优点了啊，那后方的话铺在这两个部件是不是插这样，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我就喜欢这么插。然后这个至于怎么它的这个克洛米亚的话，这个我记得是到底附一个还附两个我也忘记，因为我从柜子里把它翻出来的时候它只剩下一个了，不知道有没有掉到其他地方去。那么这个模具的话呢，还有很多女角啦，就我就不一一把它拿出来，反正我就只拿了克罗米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对比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款模具啊，摆在一起这个对决组合好不好看。以车形态来说吧，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比较满意的，而且它的变形简单，价格也没有说很贵就是了。那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一款神枪手的变形过程啊。首先这个武器啊，这些小飞剑给拿下来，先从侧边这个地方打开，然后手臂往侧边啊翻出来，先往侧边翻出来，两侧部件给稍微打开一下，腰部呢翻转180度，翻转180度，然后再来把这个头啊给翻出来啊，这个头转回来原来的样子。手臂的话呢可以先放下来了啊，没有问题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两个脚这个地方给打开，两侧都给打开。再来后面这个背包这个部分，这里有个双动关节，把它整个给提上来。提上来之后啊，这里有两个凸根，然后这个先折进去，然后呢两侧这个部件的话呢就是协助我们把背包给固定住，两侧都给扣进去。中间这里很空啊，这个空的话呢是因为它当时
这个 Power of the Pride 的时候呢，是有一个合体的一个结构吧，所以它里头有一个合体的一个装置。那这一款玩具应该不标榜合体，那中间这一块就把它给挖空掉了啊。那站立的时候，各位也可以看到了，背包是非常巨大、非常沉重的，所以它的脚呢，虽然脚的部分呢，虽然很脚底板虽然很大了啊，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呢，把它给这个站的往前一点。那它的这两个小部件的话呢，我们就按照说明书的方法，你可以放在轮胎这里啊，让它也好像也可以放在这里吧啊，反正我是觉得放在这里可能感觉比较恰当一些。标枪 Javelin 的变形过程啊，也来给各位做个展示吧。首先的话，从侧边这个地方啊，把它这个地方，主要是这个地方这个锁扣要把它给松开来。松开之后呢，手臂跟这个背包的这个配件这里一样，有个锁扣的打开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的这个卡扣一共有四个，松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腰部翻转180度，两腿做一个打开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原本这个脚这里打一个90度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戳洞戳出来，然后呢前后做一个翻转之后再把它给扣回去啊，这样一来腿就变形就算完成了啊，非常巧妙，对不对？翻出来，然后这个边戳下来，脚尖从这侧翻出来到这里扣上，这个腿的变形呢就算 OK 了啊。手臂的话呢自然的下垂就好了。那么接下来它的一个背包的处理是这个样子的啊，我们把这个部分给打开，内部的这个头也给翻出来，它这里翻出来到这边，这里面有一个配件啊，它是一个双动关节，到这边这样反折，折进来，折个两层，最后这片部件再压上来，然后呢头呢往前面推下来，到这边塞到这个小缺口里头，塞进去，最后这个背板这里勾过来。那它的一个背包的这个部分是只要旋转过来到这边就可以了，它没有一个卡扣啊，我记得从 RC 的时候就是已经没有卡扣了，但是这样一来折叠一下也能够扣的还算可以了。 OK， 然后关节的紧实度的话，这一款跟 RC 差不多啊，几乎可以说是一样，几乎是一样。两位的机器人形态的完成度就真的差别很多了啊！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神枪手的背后啊，如此巨大的背包，跟这个Javelin 的背包可以说在设计上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个有没有用心。那我也刚刚有提过了，这个右手边的这款模具它本来中间是有一个合体的结构，被拿掉之后它造成了一个中间如此巨大的空洞。那以腿部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看到这个 Javelin 的腿可以说修饰的非常的漂亮，几乎就是人形的一个状态，整个完成度是非常的高的啊。这个也可以说它是 SS 里头呢是属于非常优秀的一款模具啊，但是我们这一款这个神枪手的话，你看后面多了这么大一块的一个累赘的背包。那当时的话我也不知道，反正这个我之前也提过了，在这个至尊神力时代的官方的玩具呢，可以说是我入坑以来吧，我觉得是做的最糟糕最黑暗的一个时期了啊。那我们就稍稍的也对比一下他们原本的一个模具了啊，反正就是这个克洛米亚这个也是一样啊，就没有比较好啊，反正就是一整个你看它这背后这么大的一个背包。那变形简单是没有问题，但是造型上来讲人形实在是太逊了啊，人形真的太逊了。对比下的话呢，这个 RC 跟 Javelin 的话可以说完成度就是非常的高。那我们干脆就看一下这两款好了，我们都喜欢看好看的事物，对不对？这个背后的造型是有一点机甲创世纪 Mospida 的那种感觉啊。那武器的话呢也是有涂装啊，整个的一个枪的一个重量感也是非常的足够的，人物的可动性啊什么的各方面都比另外一款要好上非常的多啊。这个套组的话呢，我认为吧啊，应该大部分的朋友还是为了购买到这一款这个 Javelin 啊，这个面雕啊没有露出脸孔啊，这个感觉就是有一点无性别的样子，也是非常的好看的。那另外一款的话呢，面雕也不错啊，虽然是凶恶了一点，但是这个独眼的造型，一个狙击的一个头眼罩的感觉也是不赖了啊，也是不赖。那我的话是虽然对这一款抱怨比较多，但是作为一款对决组合，而且它的载具呢都是同一个赛星风格很强烈的对决组合，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啊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